喂，你好。喂，来过来。先生您好，我是辽宁高速服务区等客。我打掉。啊，您在忙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讲，来过来。啊，我是辽宁高速服务区抖音号的客服。您不是在抖音上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吗？想跟您确认一下配送信息的。不用了。嗯。哦呀，哦，起来起来。讲啊，怎么称呼您？我叫九十广啊。九十广啊。啊，叫九十广。什么九十广？九十广啊。猪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那个猪吗？怎么回事？叫猪怎么回事？不姓九，不姓猪，不是猪，是姓主，主人的主。主不姓主，就是那个九爷九二里的啊，九九年九啊，周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周。周先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周先生，叫周死广。死是死亡的死吗？我怎么会拿人死名的还死的在死啊啊！你讲话怎么讲的？死总的死怎么的？死亡的死怎么的？死早啊，死早死早，夏天晚上要死早死早，不知道啊？洗澡啊？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周洗澡，不周洗广先生，哎，对广，嗯，周洗广先生，嗯，那您的地址是哪里啊？你们说什么都在。我们服务区关注抖音不是有抽奖活动吗？您不是中奖了吗？送一张水。哦，一张水哦。嗯，中，没跟送到家门口？我们配送到您说的地址上。哦，地址是吧？嗯，这我就想想，首仁西航母站德维镇，就送到来的，就送到那边，我这走着开咱俩就是喇嘛，是吧？还有大二股。是吧？啊，那个，来我地方吧。您说的这些我没太听明白。您说什么地址是哪里？我叫修城县，旁边农村。修城县吗？修城县。哪有修城县的吗？我叫修城县，修城。修是修福的修吗？修城，修城，修城，修福的修的给他。修福？怎么会叫修福的？又不是妖怪，我修福的干嘛？修福不是修福，修福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哎弟，哎弟，就来个舒服，舒服的。修城。县吗？舒城县。哎，对对，舒城县。嗯，然后呢？杭埠镇。哎，杭埠镇。嗯，杭埠镇。哎，对，杭埠镇。啊，杭埠镇。哎，乐围城。乐围城。什么乐围城？杭埠镇乐围城。乐围，乐围，听懂了吗？乐围。乐围。不是乐，是快乐的乐吗？我一点都不快乐，还快乐嘞。什么快乐？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讲了？乐，一二三四五乐，一二三四五乐，一二三四五乐，乐，你就知道乐。数数，你要别的什么数数啊？啊，六是吗？六，哎、六围城，乐围城，城不是城，城啊，城城城城的啊，村啊，村是吧？对对，六围村，你之前在那边有问题不？乐围城。嗯，那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个过几天我们这个就会给您配送的，您稍耐心等待一下。坐，谢谢。抱歉打扰您了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如开。